这该怎么办呀？想做奶酪的真爱粉也太难了吧！家大们还记得我吗？上次想和奶奶做朋友，结果被当成了小黑粉，去找范特西帮忙，结果被人家拉黑，真是干啥啥不行，惹祸第一名。还有这名字，哼，就是那么点零花钱，还改了这么难听的名字，真是难受死我了。不过我肯定不会放弃的，既然范特西不靠谱，那我就去找毛姐。毛姐可是奶奶的老相好，去找她帮忙一定会答应我的。纯情大马猴，毛姐刚好在线，果然老天都在帮我。我来。什么时大主播都是这个样子啊？不过这坑坑不到机智的妈鼠蛋，我直接跑到毛姐的庄园里面蹲她。2000 years later， 毛姐，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。就是我的救世主啊，亲爱的毛姐，我是你的铁粉。我敲了，怎么又被粉粉抓到了？你这是什么奇怪的名字？这个说来话长。哎，毛姐，你别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我要录素材了，你别贴我了。滚！哦，原来如此，好事多磨，那我再等一会儿吧。Much much later。啊、毛姐，你怎么突然发疯了呀？鼻毛妹妹，你有什么事啊？不是的，毛姐，你先听我解释，我不是范特西的粉丝，我是奶奶的真爱粉。那你不找奶奶，找我干嘛？具体事情是这样子的。Later。 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还挺惨的。呵呵，家大们虽然浪费了不少时间，但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咱终于也是和毛姐搭上话了，这下成为奶奶的真爱粉不就指日可待了？对啊对啊，毛姐，我知道你最好了，而且我关注你也挺久的，也算你半个粉丝了吧。以后你的视频我每次都点赞评论加收藏，我知道你最宠粉了，所以能不能帮帮我啊？花言巧语没有用，我先来考你几个有关奶奶的问题啊。看来还是对我的身份不放心呢。好，毛姐你随便考。请问奶酪的胖次是什么颜色？毛姐，这问题也太坑了吧。这种事情你知道我都不可能知道呀，咱们能问一些稍微正常一点的问题吗？那行吧，奶酪至今有多少套子皮？这还不简单，一共有95套子皮，他的每条视频我都看过，而且他也展示过自己的背包，这不就是送分题吗？不错不错，下一题，奶奶和范范一共有多少个羁绊皮肤？一共9套皮肤，看过这期视频的粉粉都知道。哼，不过我可不会羡慕范特西，我和奶奶也会有羁绊皮肤的。厉害呀，不愧是奶奶的粉丝。听这道题，奶奶一共换了几次名字？一定要把名字说出来。就这呀，一共换了6次。第一次是奶酪抓老鼠，第二次是18岁巅峰厨神，第三次是傻蛋子奶酪，第四次是77岁巅峰厨神，第五次是擦玻璃的 Jerry， 第六次是现在的耗子尾汁。可以啊，属实关注他很久了呢。那必须的，这几年的粉不是白吃的，现在可以证明我是真爱粉了吧？别急，答完这个我就承认你是真爱粉。放马过来吧。请问奶奶为什么喜欢穿裙的？粉丝要求的呀，所以奶奶才穿的。错了，连这都不知道还想让我帮忙，你走吧你走吧。不对呀、我记得就是粉丝要求的，难不成是奶奶的个人爱好？有奶奶的粉丝知道吗？快来帮帮我。